好，欢迎再次收看《房产一解说》，我是孙庆玲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，今年啊，就是2020年，我们新加坡要新收了一些优质的新的现房，有哪一些？然后第四个呢，我要推荐的是位于乌节路的中心地带的啊，一个叫做 Marty Modern 的楼盘。这个楼盘我非常的期待，因为它的发展商呢是国号 CocoLand。CocoLand 呢，它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发展商啊，因为它一出手就是精品，所以呢，我非常的期待这个项目的落成。据说它是今年10月份就可以落成了。所以呢，这个 Marty Modern 的话呢，它是位于乌节路第9区河谷小学对面。河谷小学是乌节路附近的最棒的小学，所以是一个学区房，它就在大家过马路，大概2分钟就可以走到的一个地方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然后 Marty Modern 呢，它整个不论是发展商还是它整个社区来说的话，它是非常优的。比方说它有很高的顶，一般的公寓大概是2.7-2.8米的顶，它可以高达3.2米。到了顶了哈，它再超过就要算你这个收面积了。它做的概念呢，是一个好像这个爱丽丝仙境的英伦风的这个植物，这种古典植物的一个稀密度的一个项目。它大概有400多间，小区在乌节路算大的社区了，大的地了，然后而且它位于一个未来地铁站，叫做大世界地铁站，5分钟走到的一个位置，所以呢，它也有这个，我觉得说是它兼顾未来的潜力。它因为新开，它是2017年开盘的嘛，所以它比新开盘的楼盘要便宜10%-15%左右，所以很值得考虑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有2间最后的二家书房，也就是可以当做小三房来用，79平的两个单位，247万新币，是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优质乌节路项目。然后它在今年10月份据说会交盘，我非常期待哦。所以呢，这几个项目呢，就给大家综合参考一下。如果说是想要考虑，哎呀，想来新加坡买新房又不想等，那这些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啦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